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了介绍美食的时间了。今天跟祝轩哥一起吃潮州空气美食 Let's Go。潮州美食第一间号称潮州最好吃的牛肉汤，新鲜温体的牛肉片淋上滚烫高汤，肉片呈现腰身不熟，牛肉鲜味十足，高汤甘醇入口。牛肉烩饭就它最特别，用花生酱下去炒，盖汤盖后甲满嘴都是浓浓的花生牛肉香。My God， 今天梅开林背，带着空肚子来卡特带门。潮州美食第二间，潮州泡面原本代表老夫妻已经退休了，盘给现在年轻人，女的正人的帅。有钱的一样有钱，穷的一样更穷。评论区留言一样不会发好吃的，就那泡面，不然怎么叫潮州泡面呢？现在时间下午3点，潮州泡面晚上10点才有出来，不想减肥的可以出来吃哟。潮州美食第三间，鹿仔炒冰跟锅烧面，以锅烧面为主，冰品只提供鲜草冻及绿豆蒜。那我有什么东西可以介绍的吗？想吃冰的点冰来吃，想吃锅烧点锅烧来吃。外面很多摩爱可以拍，但是不能带回家。世上最幸运的我今天非常的幸运，店家暂停营业哟，白眼都翻到肛门了。潮州美食第四间正川味牛肉面，真的不是在胡乱的，东西好不好吃你们来吃看看就知道。各式卤味小餐黯然销魂，牛肉面汤头甘甜浓郁，店家用心良苦，使用带筋的牛腱肉，美味指数破10颗星。现在时间下午3点半，回家也是要困倒的，林贝不小心在休息中出没。今天挑战4间没吃到圆满达成，有什么要让我吃不到的餐厅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